早点回家，大家学双语。身体一样打我们的躯干，这就是我们身体用躯干，因为手语通常都在上半身，所以你就比上躯干就可以了哈。健康呢？哎，以前学过两个拳头握拳，哎，老神在在，我很好，所以身体健康打起来就是身体健康。重要怎么比呢？直接打字义重跟要。重要不重要要怎么比呢？重要没有，因为我们没有在比高低，我们只是说哎呀这个事情不重要，它就没有存在。身体健康最重要。